看到了吗？那本珍贵的童话书，书中的每一页都记载着公主们的勇敢故事。现在，城堡开始施展魔法，几个经典的字眼再次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童话世界的神奇大门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位白雪公主，现在她的故事将在城堡顶端再次上演。浪漫、惊喜、邪恶、友情，你也可以和白雪公主一起漫游童话时光。跟随着那一缕纤尘，沿着公主的玄梯往上，一直往上，再上。来，大家向后转，送楼梯。小朋友放下来。欢迎我们的小。沿着脚下的白色实线站，不要超过白色实线啊！来，再往里面走。进来之后，沿着白色实线站，不要超过白色实线。小朋友可以踩白色实线上。来，大家进来之后，沿着白色实线站。来，小朋友自己去前面踩白色实线上。欢迎大家来到漫游童话时光，这里就是我们白雪公主童话故事附近，是要看白雪公主。您想知道什么？谁知道世界上最漂亮的魔法？世界上有个善良的女孩，名叫白雪公主，她只有一个愿望，找到真爱。但是王后妒忌她的美貌，她用她的黑暗魔法阻挡着白雪公主找到真爱之吻。在最黑暗的时候，白雪公主需要找到可以信赖的朋友，您也许就是其中之一。来吧，走进她的世界，他在许愿井边等着您呢。大家在原地稍等啊，不要着急，等灯光完全亮起再走啊。大家先不要着急啊。好，大家可以先走了，前面就是我们的启明寺。想知道个秘密吗？答应我不告诉别人哦。这是一个神奇玄机，我希望我所爱的人在今天出现，我可出现，对我说，
飞跃。够了，魔牌猎人把白雪公主带进森林里杀掉，但她竟然失败了。看来我得亲自动手了。不过首先我得乔装打扮一番，隐藏我王后的面貌。接下来是为白雪公主准备的特别礼物，一个诱人的苹果。这是厨房。好了，快走吧。打完了，高正华也玩过了。哦，世界上还有这么这么多脏碗盘。这样吧，趁他们不在，我们来把小木屋打扫干净。我的小帮手们到哪儿去了？现在只有人吃完饭了。你也可以帮忙了，用手指一个小动物，小动物们就会去清理干净。哎，这是我的小动物。要开开心心一起走进这世界地方，带一身快乐的心，唱着那个一起工作生活的快乐，来到这个地方，发挥开心生活，玩到七早八九小伙子心上热爱的地方。亲爱的，吃个苹果吧。
好久。